女朋友的特殊妙用。哎，领导，领导在呢，在呢。今天模块的需求怎么样了？甲方开始催了，一会儿辛苦加班，那个，然后晚上到公司帮你弄一下。没问题，领导，我现在就在家呢，我马上出发，一会儿就到。着急去哪儿啊？我到公司啊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别耽误我干活啊。你不是答应我周末要买衣服吗？怎么又要加班啊？那衣服非得今天买啊？晚两天买不行吗？我有工作。那你平时就加班，周末还加班啊？不是，周末怎么了？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，理解一下？你跟我整这一套是吧？我不理解你是吧？什么这套那套的？我平时过生日你就加班。那又怎么了？因为工作重要啊。工作重要是吧？那你跟工作过吧，关。那，哎，领导，你不用管他，我待会儿就过去啊，领导。那个小张完事了，那个需求我就先让他送到闲一下。不是那个哪个小张，能行吗他？行，老好了，老好了。那就这样，领导。怎么样？我的演技可以吧？你演技太炉火纯青，那太可以了呀。那是，也不看谁的女朋友。那我们买衣服去。不是，昨天给你买衣服不是逛了一整天吗？今天怎么还要买啊？今天姐给你买，走。换衣服。